所以一切果报不是有人在主宰啊，佛菩萨不能主宰这个事情啊，阎罗王也没有权力主宰啊，天神上帝也主宰不了啊。什么人做主呢？自己主宰自己啊。这个是在佛的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啊。所以我们纵然受了不善果报，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啊。纵然是别人欺骗我们啊，这个是回报我们，我们上了当了，我们也不能够怪他啊。为什么？他那是个缘，我过去生中造作的不善啊，所以才遇到啊。如果我生生世世都行善，这个恶缘我不会遇到的。